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不要让大家有惊喜，还是让场面冷掉？我们还是选择稳稳的进行下去就好了。顿时间害羞了起来。因为我们是颁第一个奖嘛，所以一开始如果把场面搞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罪过蛮大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奖还是先暖个身，让典礼能够顺利的进行。是是。我想说，就是颁奖人，而且就是生怕这样子太容易得到一些冰块，所以我没有准备，今天没有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就是优雅的颁奖好了。彪哥在旁边还是会害怕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啦，就是觉得会看到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联想。真假的？会吗？开玩笑的。没带，但旁边有便利商店，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请你们自行去准备。你说胡子吗？对，我因为我下礼拜要定妆，所以我需要有胡子，然后不能剃掉。然后我问剧组说，那我来颁奖怎么办？他说没办法，那你就留着上去这样子。对啊。我其实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，一时之间没认出李仁哥来，因为就是很好看。你觉得谁被关出来了？没有，就是相较之下，相较于之前我上次看到的造型，我比较喜欢这次的造型。就是华灯初上的宣传，宣传完之后就没有碰过面了，对啊，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